我都帮他唱得好。天，就看到他们好紧张哦。孔老师希望孔老师看到我的时候多一点笑容，我才不会有压力。想念我们啦、啊！吓到啊！大家都长得高，然后都变成熟了，然后，我还是很爱哭啊。其实我私底下还跟姚芳他们，很迟他们会联络，然后会问起你们的事情，然后就知道你们当然还是过得很好，啊，就很开心。你今天能够在这么大的比赛里头脱颖而出，就是你自己努力的结果。不管你现在唱的是哪一类的歌，我还是以你为荣。你要用上帝给你的机会，就让你有这种天赋的本钱，有这么好的声音，然后你又得到这么多人的认同，啊，他们是你的歌迷，所以你有很好的机会来为上帝做一些见证，荣耀上帝，或者做一些社会公益的活动，或者是唱一些有益于年轻人的、世道人心的这些歌。你们的那个段落，这样他才不会说。忘词。阿妮本身他很会看人家眼神，所以他知道说，他可能没有讲对或者什么，他压力就很大。所以从百人初选开始，其实他压力就很大。那压力不是在于比赛音乐的压力，是在于周遭的环境的人跟他很不一样。就是他可能看我表情一不对，他大概就知道我怎么了，我可能紧张了，或者是刚刚制作单位说什么我没有听懂这样子。所以他会比较放心，因为在语言啊什么各方面，他就会知道说哦，有人可以帮他。我也会蛮希望他有陪着我，因为这样我也会觉得比较安心。主歌跟副歌都只有一遍，然后继续接轻轻的轻轻的。虽然我很疼爱小孩，可是很多方面就是说我对小孩子的会有一个标准在那边，
哦，我们在练习唱歌的时候，然后如果他觉得我没有唱好，他会，我一定会是给阿尼一个压力的，因为我是反对的，我是不赞同他来参加这种流行音乐唱歌的这种。可是我因为我知道他喜欢唱，因为我的个性是有的时候就是表面上可能看起来比较放松然后散散的，可是我心里也会紧张，怕说这一次唱不好，或者是可是可能没有他没有感受到我的那种紧张，所以他就会觉得我不够认真这样子。那其实我也会紧张，我也会认真。哎，不行，拍不能拍啦，这只是耶耶。我会去支持他是因为他想尝试，他说他想要把它当成就是一个经历，一个学另外一种音乐的一个挑战这样。那哎，这个是说服我的一点。好，来，一，等一下，等一下，对对对，三二一，完了，拉倒。没有啊，还是低，对不对？因为这个是原 key， 所以你应该是要再往高的，再往高去调。好。他这个比赛就卡在你们，你看一开始选的歌跟后来的，你有落差，而且时间太赶了。就你一开始选的是英文歌，英文歌是你擅长的，就现在突然跑出来。对，因为你知道吗？我觉得今天才刚上。如果说是英文歌、中文歌，那考验是在于两首歌的感情的连结的话，那这个我还觉得我努力应该可以做得到。我的感觉是这样。可是如果说现在是语言的问题的话，那我觉得我情感面再高，我语言都没办法克服。我退路思路，那我就是。继续这个，然后八强被淘汰，而且我觉得我会死在这里。我如果唱了的话，我的直觉是。我先唱不插电。好。每一次出的题目不一样，然后要从那个题目中挑歌，然后不一定我们挑的歌是会被允许要唱的，然后可能会被打枪啊，或是。退回来，唱到你是我胸口永远的痛那一集是比赛前一天被换掉的，然后我就觉得哦，怎么突然要我换歌，我就觉得压力很大，因为还要这首歌还要去听熟，然后又要背歌词，然后又要承受很多大家的压力啊，说你这一集一定是最高分啊，或是一定要。比他们高啊什么的，我就觉得我怎么办得到啊。你有风不你有我，我又有什么，你跟风说我跟我说，让爱神先说，我觉得比赛是很无情的、uh-huh. 所以我觉得有时候在台上真的你要参加一个比赛，你必须要让自己全部都要准备好、嗯、然后没有任何的理由，没有任何的借口，那更重要的是不要哭、嗯嗯、所以就多练习啦，下次再来。那我刚才有一个小建议啊，就说当你忘词的时候，你要在第一时间再补上来，你应该只有忘一两句，你不是忘整段啊，所以我不知道为什么你后面没有追上。对啊，怎么没有去，干脆就赶快把它补上来，还是整个就是空掉了，都空的，对不对？怎么唱的？几个灯，18分才能过关。我们今天的自优生每针得到的分数是15分，没能过关。评审老师好了，跟制作单位每一方面的人都给我不一样的
建议，然后我真的不知道我到底是听谁的。然后后来又老师又给我不一样的意见，说你要进来这演艺圈，就是要尝试各种东西，就会想一些有的没有的东西，让我觉得